第二题，阿毛在填写实验数据时，发现忘了记录装置完成的水面高度。若依实验结果推测，25度C 的水面应高出瓶塞多少公分比较合理？这就是所谓的温度计的原理，温标的换算。老师上课教过，我们用的方法叫做比例相同。它上面说，我们在10度C 的时候高出水面1公分，我们在80度C 的时候高出水面8公分，那么现在问我们25度C 的时候会高出水面几公分？比例相同，全部这里有80减10，我占了25减10，这边呢全部有8减1，那我占了不知道减一，这两个比例应该是一样的，所以70/15就等于7/x 减1，这里变成了1/10，所以 x 减一的15/10是1.5，所以 x 就等于2.5，所以它应该高出水面2.5公分。因此，第二题问我们说，25度C 的水面应高出瓶塞多少公分比较合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2.5。